想给我大老板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回家。我送你回去。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麻烦了。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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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麻烦了。我自己可以回家，真的。啊！挡酒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不是男人的活吗？ 老板居然让我这一介小小女子替他挡酒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心我扣你年终奖。OK。 你的万花呢？ 这个带上。啊，不用了，老板，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又选不上。老板，我真的不需要，我又选不上。拿到奖金抽成，我酒你一。啊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拉着你帮我挡酒？老板，我们敬你。哎，我来。啊，好，先干为敬啊。 敬你一杯，来，我来，先干为敬啊！干杯！还有我呢，你喝这个可以啊。 心脏啊，别再跳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我怎么会吃醋呢？嗯，一定是我喝多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。嗯，嗯。
不能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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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？你在哪儿？我在门口。你的专程是乱跑吗？在那儿等我，我马上出来。啊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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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！反正我也跑不掉，不如死得痛快些，能不能帮我把羽绒服拿下来？ Thank you. Thank you, 大老板。你跑出来干嘛？ 回家。我送你回去。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麻烦了。不用了，不麻烦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家的，真的。说。 之前严总跟我说，风小姐，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。然后呢？居然问我然后呢？老板反应就这么淡然啊？那你为什么跟我说？ 说凤小姐她去欧洲了呀？我有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那你就当成是口误吧。老板，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？不过，也许真的是口误吧。不然，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？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他一起吃饭吧？不可能。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。 他什么都改变不了。这个也要向我解释，叫我不要误会。难道？